吉拉雅一个对真侪人来讲真青分的名，看有予所有的人拢熟悉的美丽风景。这对开始一段新的旅程，是一个非常迷人的动机。吉拉雅，台湾第一个用人文命名的国家风景区，会使讲嘛透露出伊真深的人文底蕴。早伫汉人来到遮进前，吉拉雅族人伫咧加兰平原的顶面，用简单的油井、渔业甲帕拉，过着无固定的宜居生活。一直到汉族移民渡海来台，安尼的情况才渐渐啊有改变。宜居来到遮的汉人，带来了故乡的制作技术，用乌皮糖，用水源甲吉拉雅族人换土地。这种挂地换水的合作方式，为吉拉雅争取数百年的美好。八点五一，这个时常在咧生活中出现的名，伊是吸引我来到吉拉雅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。在八点五一纪念馆当中，我看到嘉南农业水利的发展。也看到了一个日本少年人远在他乡奉献青春的无私过程。嘉南大船的员工为嘉南平原带来了好田好水，对台湾农业发展来讲意义重大。差不多在同一个年代，日本人平野尼树龙也开始规划这座藏在树篮里面的水利工程，原台南水道。这对20世纪初的台南来讲，可以算是走入现代化都市的重要指标。它不但改善了台南地区的饮水卫生，一直到今日，原台南水道同样继续运作，供应南科的工业用水。经过将近一个世纪，才改变历史，推动时代的故事同款完整停留伫咧吉拉雅的生命当中，等待人来挖到甲收藏。这片红草阿土是台湾的重要美村，同时嘛为咱带来甘甜滋味的四季香宴。每年的五月，白荷莲花大开，吉拉雅一时成为了游艺神主的翩翩少妇，让无数爱摄影的人想要来接近。接下来伫吉拉雅出场的，就是高雄四叶，让人完全无法度抵抗的热天水果成品山野。伊所散发出来的甜美芬芳，正是台湾玉子上迷人的味觉基地。季节的变化就亲像拍开潘多拉的盒子，多元丰富的物产是吉拉雅活力的表现。伊的活力会使予你用心去交流，为人事物的互动当中去得到感动。是你们这边第一种咖啡馆，对，好喝的。好的咖啡不是不苦，也不酸。嘉义人，西拉雅国家风景区啊，希望恁来嘉林咖啡饮料欢喜哟。伊的活力更加充满着生命甲人的智慧。唔呐，带予你丰收的欢喜，嘛会使予你手腕闭起来，亲身感受手做的温度。Thank you.
山若拄到水的时阵，真侪故事就因此来开始。无论你想要来迎风，对着流汗的热情活力，或者是伫咧乡野山林之间，真爽快来骑车，其他也拢会是你上好的陪伴。青山绿水的世界，永远是野生动植物的厝。就算讲人类伫个遮来停留，因同款生生不息，非常的旺盛。人甲自然的和谐共生，是西拉雅长久以来的习惯甲传统。菱角鸟，原来是对正菱角来的宝贵礼物。在每年四五月立夏了后，就是菱角鸟生团的时期。因为因的数量已经相当的少，所以人更加爱特别来爱护这个难得的美丽身影。环境为西拉雅打造了特别的七土景点，也为西拉雅带来了有特别风味的好吃滋味。无论是金盘外所来论的红阿鸡，或者是饲家真肥美的砂锅鱼头，以及使用当地食材所料理的各种菜式，拢甲人客的胃口抓安安哦。另外，由咖啡业者所精心创作的小食和甜点，更加是予旅行的人休困的上好陪伴。想要为旅程留下来好印象，想要跟朋友分享更多的好回忆，只要随时注意身边的风景，你就会发现还有更多趣味的故事等待你来发现。台湾人文资产的重要宝藏——西拉雅文化，也是这座国家风景区好名的精神所在。就算讲长久以来的通婚和共生，
淡化了传统白木族明显的文化特色，但是风景区内面同样可以体验到希腊雅族的人文风采。请那些公家的众神大家做起来，爱到不久，你都先海边接我叫大龙。Akume akire ya tupurun kisidaya。今年一届的西拉雅雅节，会使讲是台湾上有特色的原住民祭典之一，更加是体验西拉雅传统信仰仪式所未使无的文化盛会。大山大水无同款的远看风景，希腊雅更加予人身在其中，走入山甲水的心路万象。只要来到希腊雅，伊就会当带予你四季无同的感受甲心情体会。为物产到风景，自人文到生态，能让我深深体验多元的台湾文化和在地生命力。希腊雅一个特地让你来顺风，一再回味旅游的新乐园。我伫希腊雅看见台湾上朴实的感动。